喜欢主播的小哥可以点一波关注好吗？把那个手机左上方，然后电脑右下方，记得大家别忘了把关注走一走啊。给大家跳一个《来生愿做一朵莲》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来到你身边，不再错过，不再错过。
大家关注别忘了点一点啊，手机用户左上方，电脑用户右下方。然后你怎么闷闷不乐的？第一支舞蹈就到这里了，下面是第二支舞蹈，来个现代的吧。主播威武，主播666，哥哥们威武。业主想看什么类型的舞蹈了？大家点点关注啊，手机左上方，电脑右下方。这个好不好？咱们跳个欢快一点的好不好？咱们结婚吧，因为今天是七夕节，来个欢快一点的，就来个欢快一点的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，决定了。再跳这个我都快笑死了，需要这样刺激我们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无意伤害了你，不是我的错，不是我的错啊。还有一个跳舞蹈的时间啊，换一个舞蹈跳吧，待会又伤害到大家的心领了啊，就不跳结婚了。有些人都是单身狗，对不对？连媳妇儿女朋友都没有还结婚呢，搞谁结婚呢？棒棒糖泰山已经跳过了，要不再跟大家跳一个大秧歌，大家喜欢吗？大秧歌我会跳。好了，最后挑一个，挑这个吧。关门，谢谢。关门，谢谢。
太嗨了，这个太嗨太嗨了啊！30秒之后我就要走了，然后完了之后下去了，我再播一会儿吧，还直播的啊，下去还直播的，播一会儿。主播辛苦了，你也辛苦了，火星哥哥，哇！大家没点关注的哥哥点点关注好不好？啊，20秒我就下去了啊！手机用户左上方，电脑用户右下方。爱你们啊，思密达，我要拜拜了，受不了了，我那个小心脏啊，大热天的，咋了？拜拜。